因为修梦啊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呢今天再跟大家谈这个修梦。为什么要修梦呢？因为我们人生啊差不多有一半啊是属于这个梦中的世界啊，梦的世界有一半呢、啊、是属于梦的世界。所以能够这个修梦啊，你就能够这个事半啊功倍。你不懂得修梦啊，有的时候啊是前功尽弃的啊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尤其啊啊，以前的这个我的师父曾经跟我提过，这个人的生啊跟人死、啊、之间的差别，梦跟死之间啊是有关联的啊。师父曾经讲过啊，人死的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境界呢？跟梦啊非常的仿佛，也就是另外的一种梦。人死的时候也等于是另外的一种梦。所以密教他主张修梦啊，他主要的原因啊，因为你梦能够修得好，你就能够自主你自己本身的死。你梦修得不好，你不用谈自主这个生死，这个死你没办法自主的。所以它本身的要点是这样子，你呀、啊、当你在发梦的时候，你知道是梦，这个是梦，这一点呢、啊、你就是已经有了这个成果了。而且每一次做梦啊都是正梦，是正梦，你的梦啊都是非常清净的一个很正智慧的一种梦，不是妄想颠倒的梦啊，这个差别很大的。另外啊还有一点，你的梦啊一定是灵验的，这个是验梦。最后一个很重要的，你一个修行人必须要自主自己的梦，也就是说你在梦中啊你保持一种很清净的心，不会受梦的污染，你能够超越这个梦，你想办法把这个梦啊转成清净的佛界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你能够做到的话，你能够自主梦，就能够自主死啊。以前我师父交代的，你梦假如不能自主的话，将来你死后啊一样啊你不能自主你自己的死。我们修行的人啊当然也会发梦了，这个众生每个人都会做梦的，都会发梦的。但是众生有大家的梦啊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在梦中不知道是梦，他做的梦啊是颠倒妄想乱七八糟的，不是清净的，他的梦也不会灵验的啊。像有很多人在梦中啊会飞啊会上天啊会入地啊，一醒过来他就不会了，他不灵验了，他没有办法灵验的。同时啊他跟着梦走，他没办法保持清净的心去超越去自主这个梦的。那你想一想啊，这样子的人呢、啊、可以讲自己已经开悟了吗？你是一个开悟者，你连自己的梦都不能控制的话，你就不是一个开悟者。你说你能够往生佛国，其实做一个小小的梦给你，你就不能往生，你在梦中你已经被污染了，你往生什么佛国？
所以密教啊本身重视修梦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我要补充啊，我要补充一句啊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行者这个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要念这个朗央抗，朗央抗，然后自身把自己观想变化成为最坚固的金刚杵啊，这个金刚杵变化成为自己本身，变化成为金刚杵，金刚不坏之处，躺在床上，这个有好处的，因为表示这个时候啊，你在梦中本身也是非常坚固的，百邪不侵，任何一个业障的这个魔啊，都不能在梦中给你障碍，有空中啊，有伞盖给你保护，有光啊，红光给你罩住，又有自己的本尊啊，护法啊，啊上师啊，在加持你。所以这个法叫做明光法，就是睡眠在大光明场中的方法啊，这个法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这个啊，我本人曾经在西雅图雷藏寺，那么讲传授啊，这个明光法已经传授够了。那我们啊，今天呢、啊，大家都晓得这个修梦啊非常重要，那么不能被梦啊拖着走，我们能够自主这个梦。梦在梦中知道是梦，那么也能够做清净的梦，你的梦又会灵验。还有你自主你自己的梦，这样子啊，你就能够制止自己的生死了。因为师父讲的话是非常啊，非常非常的正确的，人的死啊是另外的一场梦，人的死是另外一场梦。然后我问过大家，那个人的死啊像不像另外一场梦呢？大家都迷迷糊糊的，因为都还没有死过啊，大家都不晓得啊，因为死的确死的境界大家都不知道了。但是密行者，密教的行者认为人的死是进入另外一场梦了。啊，大家用脑筋想一想，是不是人的死的时候啊是进入另外一场梦呢？这个在密教的这个牵世法里面呢、啊、曾经讲过这个的，所以是千真万确的。啊，今天就谈到这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